排练舞蹈的照片。自从拍摄电影《上海堡垒》以来，鹿晗就已经很少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了，尤其是这么精致正式的图片，简直是大大的福利了。照片中鹿晗比着七的手势，嘟着嘴，看着特别减龄，一点也不像27岁的人。说起娱乐圈中的这些逆生长的男星们，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看着年轻，而且越来越有魅力。比如吴尊，借着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播出又火了一把。还有林志颖，也是很久没见了，但是看起来还是一如既往的帅气。还有我们的小娃钟汉良，像太阳一样温暖。